先看视频。快来给我老公搓个脚。这地方有个盖子，你给他用的时候盖起来就行。刚洗完澡，我们来看看能搓来多少回。来开搓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哈。疼不？一点没疼。上次搓是啥时候？有一周了吗？好多吧。我天，一周看能搓来多少啊？老天，看看看，看。这搓脚神器真有这么好用吗？买回来了，我买了两款，价格看截图，都是现在比较火的搓脚神器啊。它这个摩擦力好大呀，一面是这种，一面是带凸起的。这个就是视频同款的，使用方法是打开之后套到这面，然后再用这面去磨，真的不会刮伤皮肤吗？咱职业开车，找了个脚哈，咱看能不能给这脚搓出来。那个也看看。他这不是很严重啊，以前严重，他这两天自己拿石头搓了。好，咱先泡泡脚，给它软化一下，有点烫哈，多泡一会儿吧。Later. 已经泡差不多了啊，我感觉已经泡软了。哎呀，脚底板跳黄啊，咱先用第一家搓，先用这个搓，嗯，确实是能搓下来哈，它这个很细，不拉丁。比你那磨脚石好使，磨脚石细呗，那磨脚石哈蹭拉脚。那你试试那面，哎妈，真搓下来不少。哎，这面这个挺干劲儿啊，这面劲儿更大呗。对，这面比那面粗。哎呦我天，我打个码哈。你看，嗯，这块确实是蹭嫩了，这搓起来一点也不疼呗，不疼，能看出这个。边儿这一块都嫩出来了哈，脚底板确实太厚了，搓不出来了。哎，这个是比我那搓脚真好啊！嗯，像开磨皮了似的，你是不是搓肿了呀？没有，这是嫩了。嗯，你看它玩它玩的。行，好，试试下一家。好，咱们现在试试另一只脚。这个就光用这面，还得擦，擦脚。那个是磨掉的，这个是刮掉的。嗯，我说那个怎么不太一样感觉。这个疼吗？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但是这个也能看到效果啊，你看那盒子里越来越多。我的妈呀，我寻思这灰哪去，怎么没掉呢呀，我寻思。所以这更人性化一点哈。哎呀，满了。你看，嫩了哈，嫩了。薄的地方已经嫩出来了，脚后跟太厚了。这个也不疼哈，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那个有摩擦的感觉，这个都没有。行不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了吧。行，那就这样。那你就擦一擦，再细呗。嗯，已经是尽力了。对比一下，像开磨皮了似的。这是第二家搓的啊。其实你觉得效果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俩的效果差不了太多。嗯，都一样哈。那你觉得哪个更好用一些？用起来？这个整起来干净，干净呗。嗯，对，不整它俩都是灰。对，它蹭的时候吧，哈，也一点都不疼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哗哗的就是蹭。经过咱们的实测啊，两款磨脚器都有效果，但是这个带收纳盒，所以更好一些。我脚嫩啊，我也试一下，我看看疼不疼。啊，这个确实不疼啊，再试试这个。哦，这个更不疼，都可以啊，大家按需求给我买吧。